简单，我们就换人当装看看哦。今天我们的装是没有吹在镜头的这个客家阿伟，那你骰吧。哎，你会不会拿上来的时候换数字啊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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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。算这么久？好。哎，那如果庄家算错怎么办？当然是庄家被打了。庄家可以开始。在验算是不是？好，感觉蛮难算的。几颗啊？从几颗算？五啦。五六。走哪边？这样走走。六。七八九。十。我中了。啊？我中了十啊。哦，十哦，这一位。笑死我！应该没有那么巧的吧？十一。十二、十三，换你了，十四，换，有那么巧吗？十五，我觉得不好的预感呢，怎么这个游戏这么难呢？十五哦。我觉得是时候用一个 pass 了。换我吗？对。十六。换你了。没错。十七。又换你了。十八。是吗？我应该没有算错吧？十八。谁回转？他回转，其实。不要做效果哦。小心被反打哦。不要做效果。好了，那我们在这边跟观众朋友宣告说，这个鸡爆骰子乐系列永久终止。大家永远不见。感激你了，特色游戏。他不喊怕，我就。